蓝浅大会猜，这能不想这一锅吗？这妈呀，红汁米饭，会猜标配，蓝浅大会猜标配的红汁米饭。哎，菜来了，卖不卖？一盘子会猜，一盘子红汁米饭。啊，少弄点米饭，散伙伙去。你啥？主要吃会猜。我想过，丸子这得弄呗。冬瓜也好吃，白菜也好吃。你看我这一碗里头全是丸子，我去妈呀！嗯，尝一口，好着。嗯，美得很。嗯。这红豆米饭这豆子弄的面的很。看橡皮，我呀，这必须要有细汁美得很，丸子全是丸子。嗯。哦。嗯。回菜就磨也没。小妮弄豆子干啥？今儿给咱蒸个红豆米饭，那都是熟的嘛。稀上好酒啊，对吧？这淘好的米，咱这倒锅，把这米色掺一下子。哎，打到笼。不直接蒸？哎，打笼你再蒸嘛，米色掺嘛。哦，在这稀上头经常吃去。啊，配大烩菜。咦，你看咕嘟咕嘟的。这是红豆米饭。嗯。咱家大姐蒸的红豆米饭就是焖啊，拿锅焖，拿锅焖，这就行了。这是焖着啊，焖。咱把火这一盖，就接锅这余温就把这焖熟了。啊，接点清油，米就下了。咱米饭焖差不多了，这是去开锅，开锅啊。咦，美得很，真的啊！那个红豆的那个味儿都有，对，米香啊，足的很。这是直接吃还是？我这拌点油，搁笼要蒸啊。拌点油？啊。这是生油啊？熟油。熟油。嗯。搁笼前再蒸啊，就散了。反正一看这么多步骤，我都觉得应该好吃。一般步骤多的都好吃。米饭，咱这蒸到锅了，咱这开始炸个丸子。你看，其他啥菜咱都配好了。配好了，这丸子必须自己炸着。那这是咱买完丸子，不香啊！大俩鸡蛋，咱这丸子是纯种丸子，放点盐，放点五香粉，点香油，料酒，小盐，放蒜面。再来一下味精就对了，来少来一下面粉就对了，红浆粉也可以打上。那谁发明这种从虎口一挤挤个丸子？哎，标的很，看着就美。哎，这样吧，炸一下，炸香香。嗯。看了把它炸好以后，全部倒里头。再复杂。啊。咱这丸子也炸好了，下来开始弄，是吧？配菜，把菜给弄。你看，豆腐、丸子、香皮、肥肉片、五花肉啊，这是粉带。粉带。然后这是白菜最重要。白菜。你这还有啥？重要的还多。啊。复杂。你爱吃啥菜放啥菜。烩菜这是啥都有，只要你有。对。肉。有丸子。对。有香皮。其他的爱感觉爱好了。豆腐也必须要有。啊。烩菜这都切稍微厚一点，胡萝卜、白菜一切就对了，搞这些白菜。白菜还能爱吃吗？啊！这白菜一熬好吃了很。对。饭好了吗？好了。饭一会儿就好。十分钟，主要要用这油。就剩一节，这一节大油呢，我去妈呀！再把大油都吃完了。来一个。这啥？火锅鸡料。还有火锅鸡料呢。那都不用豆瓣酱了。不用豆瓣酱。啊。料词儿，红姜蒜。肉馅。肉馅。肥肉馅。放。豆腐。这豆腐有个味儿。白菜的干豆先倒点，豆角、蓉儿，这是最要的，橡皮、
这好几三这一洗味儿好吃啊，打死倒了啊，对，厉害你妈呀，以前是在烩菜里我做丸子，咱这肯定是丸子里我先烩菜，是冬瓜，冬瓜冬瓜胡萝卜，这个还可以，先放一点鸡鸭，鸡鸭五香粉上个颜色，来点蚝油，是吧？肥皂，是肉汤，肉汤，把饭袋这放，饭袋放上啊，不行，白菜完了，多炖一下。好，红豆米饭，烩菜标配，蓝天大烩菜标配的红豆米饭，哎，一点不粘，散伙的哈。俺龙脖子都不粘，太美了这一锅，这能不香这一锅吗？我的妈呀！蓝天大烩菜，吃过，是吧？味香极香，咱这味香极香，吃过。放点胡椒粉，胡椒粉，吃过虾，放点蒜，蒜末，来点香油，大烩菜就成功了。大烩菜，谁这孩子谁刚说还要吃粉带？那菜来了，卖不卖？一盘子烩菜，一盘子红豆米饭。红豆米饭先铺个地，散的很。这米饭少弄上米饭，散和和去。你先，主要吃烩菜。我想过，丸子这得弄呗。冬瓜也好吃，白菜也好吃。你看我这一碗里头全是丸子，我去妈呀！尝一口，尝尝。美得很，香皮，这只能在锅子上头吃，这只能吃啊，慢点，管你慢点，你把丸子多来点，这红豆米饭这豆子弄的面的很，看香皮，这必须要有细汁美得很，丸子全是丸子。这米不吃呗，再教学他。我只搁了半份。啥嘛？放我料。不吃米饭，你放我料，我屋你放我料多大很。老婆辣子吃烩菜。烩菜就馍也没，叫我再来一学子菜。你这你要买，你不是饭啊？我米饭挂住。